国语有声善书。圣贤唐善书天堂游记，主祝仙佛为济公活佛。第二十回，三游西华宫，聆听瑶池金母说法。济公活佛降。诗曰：庄子闲来梦蝶飞，清潭夜火僧舟归。世情攘攘随风去，免教无常百事非。盛世天堂极热世界，并非在遥远地方，如能将自己所行住的地方清扫干净，并除去心地上的污秽，那么这块杂草丛生的尘地也将化为金玉般晶莹，净土即是热土，天堂已现在你的面前了。要想飞升也非难事，人无双翼能怎翱翔。第一，要将心神放轻松，第二，要把业债还清，那么纵然无翼也如充满氢气气球，袅袅上升。反之，心情沉重，罪业满身，纵有长翅，凡时压力及债主们紧拉，我看回天乏术了。今日云游著书时刻一到，我将带贤徒扬升在游瑶池，准备上莲台。我已坐稳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瑶池已到，扬升下莲台，准备向老母参驾。来到瑶池，倍有亲切之感，老母疼爱赤子，恩德深厚。随师游历三界，访道求真，受益至深，参叩老母，其次灵光。善哉，阳儿今日又来母居，甚觉欣慰，母念园灵，心已憔悴，幸天堂游记一书之作，唤醒迷津，广度苍生，母心疗慰一二。为使苍生明了瑶池奇景，阳儿随我到各处参观吧。前面一片大果园，生满了好像桃子的水果，个个红熟，香味芬芳，令人垂涎欲滴。这种桃子比凡间的要大好几倍，不知是世人称的仙桃吗？桃树下有许多仙童仙女嬉戏，也有许多道长在石椅上聊天下棋，更有者正在摘食仙桃，他们生活在一种无忧无愁的情趣之中，令人羡慕，不知具有何等人才有这种享受。这里是蟠桃热园，三界唯有瑶池之灵气长有蟠桃，满园蟠桃熟透，正等待世上修道者来摘食。园外似有守卫，我可以进去吗？蟠桃园外有仙针把守，如非修道之事功果圆满，不能来此接受蟠桃盛宴。在园内的仙童仙女及高真都是瑶池的贵客，也是瑶池的主人，今日修成正果，所以来此逍遥自在，各食其道果。有言修成正果后需要再赴瑶池接受老母赏赐蟠桃以延年益寿，这是何因呢？蟠桃形状如一个人的心，所以蟠桃可谓种植在人的心地上。人生若知勤修大道，一旦功德圆满，脱壳飞升，可来瑶池开蟠桃宴会，即赐莲台果位，所以至瑶池食蟠桃，表示正果成道，永不转轮，永享天爵圣寿之意。所以世人当善培心地，心不可生恶念、毒念，否则蟠桃树枯而亡，终无道果可享。现时修道甚多，瑶池蟠桃结果累累，正等待众生驾临享用，希望众生勿错过良机。我们进入园内访问正在下棋的高真吧。遵命，那些守卫见老母前来，立即回避，让我们进去。请问这位金仙，您如何修成正果？回到瑶池之后，感想如何？凡间杨善生来访，请坐，我们下一盘棋再谈好吗？下棋我是外行，根本不懂，如数数棋子，倒还可以。哈哈，你把棋子当佛珠，真有意思。佛家以菩提子做念珠，一珠一珠数佛念佛；道家却以土铲木块画起地图，削作棋子；道魔就地展开战斗，还需遵守着其中不与真君子，其手无回大丈夫真经妙句，在默默无语中战胜魔群，具有勇往直前进取精神。所以行棋无语如数念珠念佛，同具一意义。而且无声胜有声，其高一筹力，此其奥秘有如此深功夫，绝非局外人士能悉。哈哈，数其如数珠，高手岂敢？金仙妙语如珠，未悉金仙成道历史。修道是终身事业，不可一旦终止，如行其不进则退。楚河汉界四边埋伏，危机四起，不管输赢，定要跳出棋盘，才能脱离提心吊胆凡尘生活。
我在世时生平敬奉太上道祖、吕祖师、观音大士等仙佛学道，勤参真理，举凡有益世人之举，如祭品、施药、修桥铺路、捐印善书、讲经说法等，均尽力行之，功果圆满。归仙之后，灵至瑶池逍遥，以瑶池之水沐浴蟠桃为食，一切自由自在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可谓快活无边。愿世人了悟黄粱一梦，造修大道，日后自可来此相聚叙道谈。请问这位仙姐，您是如何修正果呢？我生前学习裁缝，学成之后自己开业，又有人引进拜师学道，并亲口如素，一方面从事工作赚钱，一面修身悟道，半圣半凡，遇有顾客给予劝化，并度他们求道修德，如看见贫困即不失济助。25岁结婚，夫君亦是虔诚在家修道居士，夫妇同修，有过互相劝勉，自觉天恩圣德无能为报，德有知心道侣，自觉甚为满足。生有二男一女，均能认真求学读书，遵守道德，敦品力行，一生行善不倦，度人无数，至62岁无疾而终。一点真灵飘至无极瑶池，受老母加封为净月仙姑，逍遥无尽。我夫君亦在去年归仙，现正在东华宫修炼，均得到很高果位。希望世人修道，不但内修自己德性，外功更为重要。如逢有困苦难之人，当寄予同情心，多与关怀帮助，这些发自内心的慈悲，功德甚大，无德终难成道。修道过程中，更不可功高骄傲，自以为满足，当多听前贤及道友们教义，如遇各教修士，须以同道立场敬之，不可妄加轻视、毁谤，这些都是培养内德的功夫。有人一面修道度众，可是一方面却瞧不起其他宗教修士，心分彼此，性起怨憎，对内功之损害至巨。现代的修者往往忽视此点，致造成道果不圆。因上住尘世，肉眼不明，造业而不知，盼听我的话后速速改过，在道业成绩上才不会记上缺点，切记。听了他们的说法，感觉到修道并没有侥幸的，每一人在修道的过程都历尽了沧桑，或遭受到各种打击才能成功。而且平时在为人处事上需要做到谨善尽美，对宗教门户上更不能存有芥蒂，互相排斥。在灵界，我看仙佛们的相处都很融合，相信为富有包容心及抛弃私见的人才能升华到灵界逍遥，否则灵界的灵团会产生剧烈火爆场面，圣界也将没有一片净土。据我所见，凡是能够在灵界往来的圣灵，他们虽然各具有自己的宗教意识，可是在他们的悟境上都能达到万物与我一体，并能超出物外的见解，才能够生存在无极的境界。反之，他们的灵体意到这种无我境界，既惯于生前的我执，自然被排斥在无极圈外，无法进入真空无极清净界内的。杨儿说的是，大地众生皆赤子，各教护工，自愿堕落莫可挽救。在文字教义上或许各教略有不同，但它最终目的是一致的，深愿众生各取自心，自问自修自成。无极里天是迎接道高无极，物质无声无色无相境界的修道者，如不能扫三心非四相，绝难正至最高果位九品莲台地位。如杨儿今日所见，他们均是和蔼可亲的一群，已打破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枕域，所以他们能够造就突出非凡的果位，世人悟多少、修多少、就得多少。所以愿世人认理归真，同心同德，为挽回人类劫运，众造大众幸福，以道德为依归，以祥和为目的，修身养性，以返无极瑶池，共续天伦吧。感谢老母慈玉再三训示众生，相信众生定能善体母怀，化去恶习劣行，迁善改过，从今以后将自己坏毛病改去，不再贪嗔痴淫赌诈了，速归善道，齐登天梯，以免地落地狱，呼救无门。今日时刻不早，就此告辞老母。西华圣境至此告一段落，扬声叩谢母恩，准备回堂。感谢慈母关怀，惠赐灵光，开我智慧，当尊母意，行道度人，以了大愿，报答母恩，拜慈母驾。辛苦祭佛及羊儿，为度众生奔波于三界地狱游记筑成及普化全球，收到镇宫起跪之功，母心甚慰。
金阳而又灵游天界，访道求真，著作《天堂游记》，介绍天堂风光，广度世人，母心欣喜，特赐诗一首及蟠桃一粒，时之延年开之。诗曰：青鸾降世度元灵，圣笔挥书道德经，地狱天堂无二路，心分善恶影随行。千秋典史今犹在，万古既由汉末新，苦海洪波从此息，蟠桃十八响霞铃。叩谢母赐天师，蟠桃当带回以长其到位，叩此母驾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。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小编整理末法书籍一，一贯天道，求道者天堂挂号，地府抽钉，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，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，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济公活佛净土修行。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，仍杀生造恶者，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，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，亲口后则有两位入鸾道五庙明正堂、拱恒堂、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。二、消业障解因果，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愿忏班之外，还有一翅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。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，或者消除业障，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果，并延寿120天。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，五庙明正堂圣书孝劳注印千本，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。三、积累功德，除了三布施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，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元上礼天一本，次记武功，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20德，准与转为阴德，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。四、超拔与生前注籍灵修院，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。五庙明正堂，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，无极正道院，正道者可永脱轮回。一翅拱恒堂，由昊天关皇赐下之昊天子寿灵修院，可证弥勒净土内院，超越生死。不管是什么信仰，皆可以生前注籍或超拔。信仰一贯天道者，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紫阳关考验，考验通过可正果，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。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，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，免于打回地府地狱，有个地方再度修行，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。望大家把握机会，皆望大家都可正果回天。五、发愿往生弥勒净土，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，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，愿意往生弥勒净土，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。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，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，建议您可以向一翅拱恒堂询问，他们可以免费注籍往生弥勒净土，注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南无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。
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希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